大家好，我是老于，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绳结，可以一绳提四瓶。我们常用的一些矿泉水瓶或者说啤酒瓶，我们怎么样一次可以提四瓶。现在我把这个绳结教给大家，我们拿一段绳子做成一个绕环单耳，从下边穿出之后拉开，套接在这个瓶子的中下部的位置，然后稍微收紧，然后这边打一个瓶结，稍微加紧点力，在上面再打一个瓶结，打完之后把它拉开，套接在这个瓶子的中上部的位置，再打一个瓶结锁死，然后提拉即可，看是不是很方便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